我帮你们把这洗了吧。我先帮你把这烤了吧。用橄榄油好。什么东西要用橄榄油？大哥，炒那个菜啊。你要先焯水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先焯水。对，笋和那个先焯水，对吧？你看是不是？等一下。哎呀，我这个小本上都记了，嘿嘿。很香哎。哎，没有蚝油、哦、我去买。不用不用，你别，你需要我就去买一下，没事儿。分配工作很重要，小南他也很自动，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不用需要你有厨艺的他都会自动去做，比如说洗盘子啦，然后摆花啦，对，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很需要的。